意菜加上奶油，撒上米酒，一些黑胡椒调味，利用烤网也能炒出一份可口青菜。不过台风搅局，菜价还没回稳，中秋烤肉食材跟着翻涨。我刚刚去买了一颗高丽菜，100多块，现在都是涨价嘛。之前的台风造成菜价比较高，所以在蔬菜类可以多烤一些，像根茎类啊，或者是洋葱。青菜贵桑桑，常吃的叶菜类青椒、玉米涨幅超过20%。烤肉达人推荐，不妨选择豆芽菜、四季豆或是根茎类，像是胡萝卜、洋葱来取代。海鲜除了避开飙涨一倍的牡蛎之外，秋刀鱼、青鱼、白虾价格就相对便宜许多。建议用一些所谓金针菇、菇类，它用铝箔纸包起来烤。我也建议说，因为吃烤肉，可以加点荆棘或者柠檬来搭配，它可以提升口感，也可以比较健康一点。烤肉少不了油脂丰富的猪五花、牛五花，专家建议除了挑对蔬果，还可以用价格平稳的柠檬、荆棘稀释烤肉酱，兼顾健康，避免荷包大失血才最划算。三立新闻张虎晴杰台北报道。